先生，透过无线安宁在远距医疗上的运用，他陪社区医院的医护人员同时间注意到了和儿子一同去爬山的爷爷血压突然上升的讯息。儿子也顺手做环保，捡起汽油中漂浮的保特瓶。刘老师在社区教室里，要小朋友们使用活动的牛奶盒，做成一朵一朵可爱的小花。使用回收的保特瓶做成动力玩具车。在玩具车的带领下，我们看见了许多废弃的保特瓶。报废的汽车。是放错地方的宝贝，透过分类、回收、再利用，又赋予了拥有新的生命。过去，垃圾采并点经验，民国85年开始实施垃圾不落地，民国89年开始推行垃圾被随袋征收，属于回收，更在去年年底达成了资源全回收、垃圾零掩埋的目标。利用循环带来有趣社会，让城市生活更加美好。
这大灵动的舞蹈展现的是台北的优雅与包容。各位来宾，我们这一片采用的是全息投影及空中立体成像技术，因此从不同方向都能看到相同的视觉效果。来宾有兴趣的话可以起身，从款向右边来移动，亲身体验的不同方向来欣赏相同的视觉效果。去。